欢迎收看我的视频呢，我是海皇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玩这个非常好玩的游戏，名字叫做《怪盗哪里来》。洛克怎么死？怎么死？哎，我们先选择一下自己的这个角色。我就是这个丑不拉几。那我就选这个小爱鱼。今天咱们是玩的这个是这个冒险关卡。可以，我们设定个目标，今天一小时通关多少关？一小时？四才能有点大，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好，那么现在给我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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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咱能不能有点纪律？我上去了，是你没上去。那你能不能等会儿？你等会儿，合作游戏。我拽你了！合作游戏，机不机智？机智。我直接一啪一口，我坐地上了。你老年弹地上了是吧？哎，走，好，拽我！你怎么不会拽我？你拽我！哎！我去！好，你看，还得是我。哎，这是什么关系？绿色平台。好啊，走，可以过去。走，走，跳！哎，这也算过关的是吧？过了，这你就吸在身上，你让自己过就完了。哦，你看咱平静一点的不行吗？是，咱一定要鸡的闹的吗？这种没必要吧？走，是鸡皮。好，小心点啊！我把你，完美，越来越熟练了，太默契了。跳，好，哎，这有箱吗？箱子干什么？要不咱死一下，丢脸一下，尽量，不知道。哎，好，走，金币捡到了，确实，咱为的是这个金币。这是干嘛？这是，哎，捡金币。哎，少了，不要了。这么贪财吗？这车呢？车在这儿。好，你拿左边的，我拿右边的。可以。拿到了。跳！哎，好，完了。过来。哎呀妈呀，这游戏玩鸡脑的，咱就慢慢过，跳一下，这次就过来了。啊，跳一下。你快走！不，你切！你跳过去吧。干啥呀？跳过这两个一两啊？是想跳一下呀？对啊，他不一直也在动吗？哦，哎，最后期，硬给你拉过来了，哎，这也行是吧？这也行，好，哇，太简单了，你看还得跟高的玩。那你是说跟谁玩他玩的不行呢？
跟小奥玩的是。哦，小奥是吧？小奥有没有那种非常难的关卡？那种打 boss 那种，我喜欢打 boss。打 boss， 打 boss。你看，千钧一发，看我的小反应。哎，那你给我吃了干嘛？不也是我吃你吗？啊，对啊，这吃反了吗？吃反了。哎，转。好，我吃你，我吃你。我吃。好，算了，只给我吐出来。我回来，好，我带你过去。行，别吐出来。箱子可以用来卡住。是我，哎，没事。我，你坐，坐。不行，咱们得一个人按着。我去这边。哎，你怎么西上面了？对呀。哎，啊，这么事儿啊？啊啊，好了，走吧。走。好。我骑，你慢点。走，等会儿。哎，上来。吃，吐。哎，再上来。吃，等这个飞盘过去。OK， 我给你吐出去，是不是你要出手？好，你给我拽过去。好，等这盘过去。OK， 准备好了吗？精密的运动。来吧，考验默契的时候到了，准备3、2、1，吐，松手！哇！哎，我的天，就过关！没默契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等会儿，咱慢点，慢点，一步，好，走，吸我！哎。啊，这个我知道怎么过了。哎，聪不聪明？你看这中间有个红点啊，你把它撞过来，一瞬间你进入那个门里，然后你给我吸回来。我数学天才，我发展一下。啊，你发展一下。刚刚好，你看看数学天才。哦，你这么的，你吃我，哎呦，好，送我走，我让你送我上去，不是这意思是吧？我真服了，相信我吗？相信你，我直接带你通过这关，好吧？行，根本就不需要你动手。好嘞，你就相信我就完事。让我看看怎么回事，你真的可以做到吗？这么多的滚轮，看好啊，滚它。这怎么过呢？走，啊！你看，我在那当个圆心，是，然后你围绕着我做圆周运动，刚好一圈吃的满满的。飞起来！有点忘形了，没事，直接撞死了。可以。好，我金币又回来了。啊！这怎么还怎么还复活？复活！去！这个是干什么的呢？
哦，箱子，这有箱子，这有箱子，箱子，箱子。哦，你直接跳上去不行吗？啊，跳不上去，跳跳跳，哎，可以跳上去啊。我先拽个箱子过来，等这个球，你看啊，这个球它会下来，它会把这边压低，嗯，压低了，然后我这边高了，我就跳过去。啊，哦，我操！你懂我意思？懂是懂了，但是你这操作确实属实没。好，交给你来操作了，懂了吧？什么东西？好，球下来了，你看这个球子，它到另一边的时候，你把左边给它升高，然后你哭着冲，好，然后你等它下来的时候，你哭你就冲，然后你走到另一边，你走到另一边，你走到另一边，哎，把这个板翘起来，哎，走，哎，你别被它撞下去了，好，跳过它，走，好。好，好，好，路在哪儿？怎么走？路在哪儿啊？现在怎么走？哦，请问路在哪儿？哎，我们应该往哪儿走啊？我们应该往哪儿走啊？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这边吗？哦，我看到碗，在压住这边，啊、压住这边。哦哦哦。哎哎，我嘎了，我嘎了，吸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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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吸吸，走走走走。啊。所以说这个碗一直在这边，那我们过去干嘛呢？挑战。我们用了7分钟在挑战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东西。这陷阱，它在告诉你，人生不是处处都是一帆风顺的，人生中总是出现一些陷阱，它会吸引你过去，然后浪费你的时间，谋你的财，害你的命。你需要辨别这一切，它是否是真的。是否能够真的为你带来机遇？玩游戏你还能长知识，你还能长阅历，你还能明白人生的哲理。不是你骗编的吧？哦，这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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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在3分钟之内直接疏通疏通。观众朋友们，只剩3分钟观看时间了，且看且珍惜。OK， 直接走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一些小朋友就是吹，吹他们过来，外套都直接过来，过来之后咱接着往右走，往右走直接往下冲。没事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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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宝贵，时间宝贵，跳过去就行了，跳过去，再跳一下，再跳。好好，死了一个表弟，死了一个表弟，还有一个，我还，然后我又复活了，我又复活了，然后咱直接往前冲，那直接往前冲，一个阴邪小朋友往上吹，好，一个阴邪小朋友，不要了，不要，咱们就是个疏通，主打就疏通，好，走，好，跳，好，没关系，跳，好，走，好，剩40秒。40秒，咱们1分钟之内通关。好，过了，这正好1分钟一关，还剩2分钟。好，直接飞上去，通了。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那个箱子它应该滑下去之后它消失了，它会再生成一个箱子。哦，你看那个球它只要放下来它就一直都放下来了，它不会收回去。哦，所以我们需要再大力一点。好，好，等一下，大力推推。
压住！哎，好好好，上来！吸我，吸！哦！你在干什么狗吧啊，你这是不是你游戏黑洞是吧，你啊，你是不是游戏黑洞啊？我没动啊。好好好，黑洞没动啊。好好好好。